那个叫声就是说代鸟。哦，是啊，那个咯咯咯咯咯的那个，很多人，很多赏鸟界的哦，为了它跑来兰屿。是啊，特有种哦。特有种的鸟类吗？不是不是，台湾没有，台湾是另外一种兽带。红嘴黑背。它是黑兽带或者是紫兽带。哦。它只活动在兰屿跟绿岛还有菲律宾。是啊、他们来都是来繁殖的。是啊、他是菲律宾北部跟那个兰屿跟绿岛这样活动。哦，是啊、他是候鸟吗？他算候鸟，不是留鸟，对不对？不是不是。哦，好神奇啊！他3-4月份从菲律宾飞上来，来这边繁殖。啊哈。然后。9月、10月陆续就回到那个菲律宾住冬。哦，是哦。所以它是季节性的来。对。了解。哦，好酷哦。中间有一节可以踩，这一节吗？对，一箭登天，哇！剑龙在天，你游戏玩太疯狂了啊！你游戏玩太疯狂了，还可以的，天龙八部而已。走，继续。啊，对，那个我们下山的时候是走另外这一条。哦，这边吗？对。好。一样会在那边会合。好。你现在走路没有像刚一开始那么有精神了。是吗？嗯。因为想说不知道还有多久。那个真正开花，那个是我们的另外一种水果，台湾也没有，叫大花刺兰。你说那个是几个的？是上面这个。哦。粉红色的、哦。对。不是底下那个果实哦，不是那个，那个不能吃，那个是蓝鱼枪，枪三枪的枪吗？不是，木头木字旁加一个空。哦，好好奇妙这种。就像现泡。应该说有点点类似那个，有点快要熟透的那个芭乐。会甜吗？也没有熟啦，就是稍微有点像快要过熟的芭乐。你说什么？会甜吗？是微微的甜。
哦，微糖。然后男孩子吃了越吃越涩。真的、哦？嗯。这是你吃的那个，这么大颗，这个还小颗，真假的？嗯。